在行舞者赖慧茹在上一次的明日之星武林大会特别企划中，以唯美浪漫的论霸夺下当晚的 MVP。 这次参赛誓言要以更精湛的舞技吸引评审目光，但是却没想到恰恰的音乐速度比曾经接触过的论霸五科快上好几倍，这也让还是国标新手的他跳起舞来有点吃力。因为呢，恰恰速度非常的快，所以呢，很多定点 pose 啊，都在时间点抓住。不行，老师，真的不行。杨不行，太快了啦。除了音乐速度之外，对慧茹而言更困难的是筋骨僵硬的问题，导致有些简单的动作她可是拼了老命在做。这次的舞步呢，老师还帮我加了一个，就是有点类似要下腰的动作。每次在下腰之后呢，我都会有个扰人的哀嚎。下老人都来了，费尽许多心力不断练习，赖慧茹能够克服困难，完美无误地呈现出俏皮又活泼的恰恰恰，再次夺得评审们的青睐吗？谢谢。